祖儿演唱会呢晚踏入第二场，一众好友钟欣桐、郑希怡同女女梁针针、关智斌等等都有嚟欣赏。第一场因为舞台机件故障，好多舞台效果都未能够一一呈现喺观众眼前。呢晚所有嘅机件恢复正常，乐手同埋舞蹈员全部都可以上台表演啦。20多位由韩国、香港舞蹈艺人同中国杂技团组成的凌空人肉场，在高空中不断变换身体形态，做出壮观的舞蹈动作，效果非常震撼啊。而这场的表演嘉宾就请到郑伊健。祖儿和伊健属同门师兄妹，因为两位都是罗文的爱徒，两人就先来合唱《一生爱你一个》。大家识做啦，系咪啊？有请我第二场的特别嘉宾郑伊健先生。爱你一个，尽是浪漫无光，从我一生也爱你一个，尽我相信直播，请将一生的幸福也付给我，尽是信仰，爱着我。其實我們都是我們同門師兄妹，沒錯，我們是羅文的徒弟，徒弟 Yes Logi Logi 的 Logi 獅子山下的精神 Yes 我們都是很有這個激光中的感覺。還有一件事，就是他帶給我們的正能量，我希望我們今天可以用這個能量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永垂接收啊！在我生命里多封信，终极要许多微信。嗰边啊！在我生命里跟住佢哋又再合唱罗文嘅快歌《在我生命里》，向已逝嘅师傅致敬。